哦，林姓啊、哦，林姓啊，是小刀，对不对？哦，小刀。那、啊、我们在讲那个小刀的林姓跟大刀的秦阳的时候啊，所以讲秦阳是很坚决的，就是要把它斩断。然后林姓是什么？很有谋略的，慢慢把它割断，对不对？哦，慢慢砍。所以林姓其实代表的是计谋跟谋略。哦，计谋跟谋略，某个层面就会变成是，或者是坚持，吃得起苦。哦，坚持跟吃得起苦。哦，所以那个啊，我们在讲说那种运动员，尤其是那种很容易受伤的运动员。我以前的朋友，他是台湾的空手道国手，而且是前几名的那种。他的那个两只手指头啊，两只手十根手指头都断过。你知道台湾的运动很可怜，全运会打到金牌也才30万，不够医药费。我说你们在平生荣誉感。那林星哈、哦，林星啊，坐在极恶宫跟命宫的人，哦，那个小刀插在自己身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表示这一类的人啊，他不但是吃得起苦，然后有谋略，而且呢，他能忍受肉体上的痛苦，也像能够忍受肉体上的痛苦跟精神上的煎熬。那为什么秦阳就是手上拿一把大刀，到林星的时候变成插在自己身上？啊，没有，秦阳那把是插在自己身上啊。只是我可以把它拔出来用，同样的小刀也是啊，它也是同时插在自己身上啊，然后可以拿出来用啊。对啊，哦，不然你以为它有刀鞘的？没，用完再插，都是对的，用完再插完，它是插肉体上面的。对，那个电钻也是，电钻就是直接触在这边的。火星呢？火星也是被烧掉了。对，哦，火星也是，哦，好，所以啊，那个。林星啊，哈，林星的人哈，通常有谋略、坚持、有计划，哦，要伤害也没关系，但是呢，要有计划型的伤害，哦，要有计划型的伤害，哦，好，那这是那个命宫啊，那因为它比较特别啦，哦，它比较特别，我们在看那种哦运动员、武术选手的盘啊，它通常命宫跟极恶宫都有联系。不然吃不起这种苦，我不然吃不起这种苦，然后那个迁移宫呢，内心有谋略，哦，内心有谋略，好，哦，他对什么事情呢？他会在放在心里面做比较多的盘算，哦，做比较多的盘算。然后呢，那如果在夫妻宫呢，他是在情感上面，哦，在情感上面，他会有比较多的算计。但这算计没有好是不好嘛，哦，我现在讲的词都比较都是中性的词，他没有好是不好，他要想的比较多，那他挑选对象的时候也要想的比较多，好，哦，那我们之前在那个教四煞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们吗，那个啊，那个火星赶快在一起赶快分嘛，擎羊那个很坚决的要分开后在一起嘛，那林星呢算清楚，对，算清楚，把钱全部都过来，我这边再去跟你分嘛。哦，他有计划。那是谁会过钱？如果林星在夫妻宫的话，啊，当然是你啊。可是不是说也容易找到这样的对象？对啊，是啊。所以到底是谁？例如说，不，应该这样说啦。我会，你相对来讲，你就不会喜欢那种没大脑的人啊。你会喜欢懂得算计的男人吗？你想想看，你如果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女人。你会去喜欢一个粗枝大叶的男人吗？原则上不会啊。哦，什么时候会你知道吗？你年纪大的时候就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发现太累了。对，人要找互补的，不要找一样的。哦，所以你年纪大的时候就会了。哦，但年轻的那一段的时候，就会互相算计，哦，互相折磨。OK， 好。那如果在官禄宫呢，表示我在工作上面是很有计划的。坚持，哦，对不对？实际上，林星在官禄宫还不错，哦。那在财帛宫呢？应该也不错。对，哦，其实还不错，哦，事实上，林星啊，就是我们有在我在部落格有写过嘛，林星可以当成偏财星，哦，
但是他必须要在命宫跟财帛宫。然后呢，他在财帛宫必须要有旺盛的主星，漂亮的主星去搭配他，然后还要再加上福德宫有化禄或者财帛宫有化禄，那你才会有偏财运。所以偏财运其实会容易啊。但是他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因为你想想，有一个人他的理财能力很好，经过精密的计算，老天还帮忙，那他是人为自己创造偏财运之外，原因在这个地方。那至于其他的哈，在紫田线上面那个财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财库啊，有一把小小的刀割在那边，会不会破财？还是会，还是会。哦，只是那个财哈，灵性比较是小刀一条条割，所以那个财啊，有一点点像是那种，一下子手机坏掉，一下子哪边坏掉，一下子那个家里锁孔坏掉，就是那种都是小钱。哦，然后擎羊比较大的钱。啊，陀螺呢？直接就破了。不知道花到哪里。纠缠不清的钱，什么叫纠缠不清的钱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。没有，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。哦，什么叫纠缠不清的钱？你想不付都不行。对对对，你想不付都不行，然后一直漏一直漏的那种钱。哦，那这跟灵性有什么不一样？灵性是你以为今天已经结束了。明天还有，那跟明天还有，对啊，哦，这是灵性。陀螺比较是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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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个月又给你啦，付到年底嘛，哦，比较是这样子的，哦，因为它一直存在，它一直存在，好，哦，那灵性哈，哦，就比较是一条一条的，哦，那一条一条的做菜，对，那灵性算虚火吗？相对于火星这样养火，像虚火，其他那个虚火哈，哦，指的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哦，它是小小的火，哦，火星是把大火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像看到大火是不是来得快去得快？小火才可以慢炖，温水煮青蛙，慢慢炖死你。哦，这是灵星这种计谋的这种概念的由来。哦，其实就是因为它是水火的关系。那它是像那种所谓的生闷气那一种吗？比如说跟人家吵架，只是你想想看，你老公啊要跟你离婚的时候啊，要把所有的财产都拨过来。他是不是在生闷气？有没有？他生气了不跟你讲，这样算不算生闷气？对啊，哦，他想在心里面，然后慢慢去做。老师，以这个四煞星来讲，我觉得灵性其实他还算是蛮中性的。没有，其实每个星都很中性。我个人比较不喜欢陀螺星，但是陀螺星你要看地方啊，不是，福德宫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兄弟宫跟伯弟宫。对，还有父母。哦，还有父母。好，那如果在父母跟兄弟呢？父母跟兄弟呢？哦，其实在父母兄弟，你去想象哈，如果你命宫有灵星，表示你是一个很懂得把事情做好安排跟算计的人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在父母宫呢？父母一天哪算计？我见得是算计你的嘛，对啊，你爸爸是一个这样的人嘛。哦，你爸爸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嘛，哦，然后在那个兄弟宫呢，你妈妈是一个这样子的人，我，妈妈是一个这样子的人。那相对来讲，你跟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在算计，对，会比较计较啊，哦，会比较计较。那仆役宫呢？仆役宫呢？仆役宫也是，也是哦，你对交朋友的态度，哦，对，交朋友的态度。所以其实哈。仆役宫如果啊，因为现在还没教四化了，实际上如果仆役宫化克带灵星的话，这个人呢，啊，通常他在挑选朋友，就会比较在乎说这个人是不是有好的社会地位，就比较会有这样子的情况。福德有灵星，表示什么？有一点，就是你的福分会减损，小小的减损。小小减损哦。感受不到幸福，感受不到幸福，应该没那么严重。没有，潜意识比较会谋算，潜意识比较没有谋算，对，理财很有一套。对，因为他的对公司财富在多。对，福德宫是来财方式嘛，哦，他对赚钱理财会比较有想法。还有吗？第六感邪心。第六感邪星，他第六感还不错，他第六感还不错，邪星也是啊，所以除了陀螺以外都是，
都写心安。